你奈我呀，我奈你，咱俩甜蜜蜜。大爷，那么大岁数了还出来买菜，累不累呀？嗨，目前身体还行，不过说不累那是假的，所以得随身常备迪丽热巴的照片，累了就拿出来看两眼，立刻我就精神百倍呀。好嘛，您还真是人老心不老。哎，此言差矣，老话说，要想健康和长寿，美女必须看个够，要想有个好身体，就得晚睡又晚起，不锻炼不早起，天天就上网看美女。嚯，那您爱看谁呀？那可太多了，什么景甜、安吉拉、baby、杨幂、刘烨、邓紫棋、佟丽娅、章子怡、韩雪跟汤唯和舒淇。年轻的我爱关晓彤，老牌女神林志玲、周冬雨、郭碧婷。那个高圆圆的脸蛋最纯情。好嘛，大爷知道的还够多的。敢问您今年高寿啊？啊，你要问这个我高寿？我告诉你，我程序员，其实是个90后，今年刚过26，目前还没有女朋友。你看我这头套跟真的一样。